我想问，自杀嘅话，屋企人几耐可以攞到钱啊？三行佬边得咁醒，冇人教佢识呃保险。我唔可以当每个客都系嚟呃钱。老板。 犯罪人家系冇同理心，好多时系天生嘅罪犯，根本系冇得医。出太了小心，呢份保额好大。我唔明你意思。地狱之路系由善意铺成嘅。犯罪人咁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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